其实跟娇兰合作呢，是真的很荣幸，还有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，追求完美，追求就是还有最重要就是呢，他们是很环保。对，在生态保育的方面，对，那对我来说呢，这个是的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娇兰呢，就是在湖南的 forest 是弄了一个 reserve， 那个地方呢，他们就保护这一个 forest， 这个 forest 就是一个树林，对。那在这个树林里面呢，民国呢跟他等等的公司人员呢，他们就不停地种这个兰花。那我上次去的时候呢，还没有看到兰花长开啊，但是希望明年我会有这一个机会。女士有面对媒体朋友都是完美的亮相，所以呢，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一定很好奇，想要知道女士你是怎么样做保养的。可以跟大家用胶囊来讲，所以我一特别来就是我希望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怎么样可以保养自己的状态。那好的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。那我常常觉得台湾，特别是媒体，我的朋友呢是我的很好的朋友，所以这一次呢特别跟Philip一起过来跟大家见面，跟大家带来娇兰最新的。所以这就是你的美丽秘诀喽，太棒了！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品牌大使李秀。